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巴黎地堡。我每次购物啊，这种大型的网站，我都会看一下我的银行，因为有好多啊购物券，比如说宜家，我最近家里装修嘛，它这个有减8%的一个优惠，所以啊，我可以购入一张100欧的券，但实际上我只花了92欧，这样子每100欧呢，我就省个8欧了。买好了 Gardo Gardo 礼品卡之后呢，我就直接去我要买的宜家，不管这个产品啊是否打折，在最后我要交费的时候，比如说我这个买了649欧宜家，那么你可以看到左边我都是用这个礼品卡来付费的，所以我当时用92欧买的100欧的券嘛，就相当于是100欧来用了。而且也可以看到我还有一张26欧的券，因为我当时有的没有花完的，也可以接着花的，所以不一定要整数的花完这个100欧的券啊。同样，最近我家正好在 Marionno 买香水还有护肤，所以我就买了200欧的一个券。这个200欧的券可以看到我省了24欧，因为我只花了176欧啊。Hegley 这个券在哪里找呢？直接去银行的坡地，然后找到 The Corner 这个地方就可以出这个券了。里面啊，银行也分为了不同的种类，比如啊，有旅游的，有购物，有娱乐，还有餐饮等等。我们具体来看一下，比如说宜家、Gastohama、Darty、Maison du Monde， 这些都是有折扣的。还有一些我们经常会用到的，比如说 Fnac 啊、H&M 啊、买衣服啊、Cdiscount， 还有 Marionno 老佛爷购物、BHV 购物、Zalando、Lacoste、伊芙霍氏，还有那个玩具的 Lacoste Hecret， 当然还有非常好用的购物的 Uber Eats 啊、Intermarché 啊、Monoprix 啊、家乐福啊、Casino， 这些都是大家可能会经常用到的商场购物。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先买个这个礼品卡，比如说家乐福就是减5%，那你就买100欧的礼品卡，只要花95欧，就相当于100欧来用了。旅游啊，也可以用，比如 Hotel.com 还有 Centrebank。我的大部分观众啊，都已经开了这家银行，还没有开卡的记得联系一下我，我就把这个银行的促销码发给你们哦，这样你就可以拿到银行奖励的80欧、100欧之类的开卡费，而且优惠券的这个福利也是免费的，所以大家开卡之后一定记得使用这个优惠哦。这个银行还有好多送钱的办法，拿个几百欧没有问题，我会在后面的视频啊详细和大家分享。好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，拜拜，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再走哦。